现在成了麻烦。好了，该干嘛的干嘛，巨蟹号作战计划启动。目标：渡口，定位南海舰队位置，一号重新布局重门能量。 找位置，麒麟的超级基因特别内置 P 三型定位功能，全球光谱扫描，或许能建立联系。打开雷达，是。战报说解决你才能解决其他问题。首长，你给我，让他们不要慌，让他们注意，我这边监视。 赵信，接触到，要赶紧计算重门位置。老实待着吧，你们的巨蟹号保护不了你。我就说嘛。 他们的水准还不可能和我们的恶魔军团对抗。下一步，雷娜。黑风待命。开启天谴轰炸，发射暗劲幺五。警报！警报！巨蟹号遭到攻击！巨蟹号遭到攻击！警报！渡口好像将遭到袭击！360度舰队火线，去那边！巨蟹号舰长马上到指挥室。 巨蟹号舰长马上到指挥室。小心下空，上空有奇怪的固体变化。那是什么？雷娜，什么情况？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在上空。注意啊！雷娜！快走！我操！这个狗娘养的人渣！组织到，给布雷娜。是。 快关闭倒计时，3、2、1。哈哈哈哈哈！吉兰这个卑鄙阴险的老混蛋，满口仁义道德，结果创造了这么个妖怪。继续执行计划，脑子都算炸了。赵鑫的安置情绪正在巨大突破口，完全在控制之中。啊！哟！ 接近临界点，继续执行轰炸，检查能量。 超过临界点，黑风正准备接力，真尼玛紧张啊！成功控制雷娜，成功控制雷娜，正在适配基因程序，我控制不了太长时间，请女王办事利落点。成功进入太阳核心，打开雷娜的操作界面，我来看看。是。 无辐射微型耀斑、微型耀斑轰炸、中型耀斑轰炸加密、巨型太阳耀斑加密、超新星加密、太阳化身加密，赶紧给我破解密码！我靠，这个无耻的妖怪浑身都是末日，他就是一个移动的核心能量体，什么太阳神，什么曙光女神，呵呵。 成功了，破解第一层密码，可以释放中型耀斑。今天是年轻的女神太阳之光雷娜到达超神学院银河分院的第235天。今天的她是……警告！警告！女神雷娜在银河系被解除了第一层核心密码。女神雷娜在银河系被解除了第一层核心密码。雷娜有难了。请护卫做出回应。住手！周边，快！
太阳之光雷呢？好像被敌人控制了。准备第二波狙击。 解读数据，孙悟空，第三代超级战士与不明力量的混合体，能量源，暗青元素域，未知领域，大家小心！展开战术队形，准备弑神。阿王，你的雷遁防御系数略低，难以抵御妖吼的第一轮冲击，轻松不调解。嘿嘿嘿 开启空间禁锢，能量重新分配，一号将能量划归到后果山，计算球形重门，开启空间禁锢。请各位细心观察每一个未出漏洞，避免孙悟空破解禁锢。孙悟空在高速运转，一号加大计算力度。 用过斩，用过斩，重新调配禁锢算数。我靠，这家伙能量没上限的吗？太可怕了！女王，这野兽太危险了，阿邦处境艰难，我们算不了太久，请求超新星。超新星是留给凯莎那个贱人的，你们坚持一会儿。 你以为爱情剧呢？谁知道呢？虽然浑身是毛，可能不太舒服，但是说不定也能变成帅哥。这不是那个孙悟空没有那七十二变，那肯定也是战神级别的吧？不是啊，咱们的任务不是谈恋爱，是和孙大圣联盟啊。问题来了，这花果山是旅游景点，能找到大圣吗？直觉告诉我，能。 突厥文化，突厥完全消失，你总不失去联系了？刚刚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不明情况，我们得马上回总部。那孙悟空怎么办？虽然有点害怕，但是要不然我一个人去找好了。魏颖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可是万一悟空对你不利，我好歹能用尸身争夺帮你对付他。实际上，我觉得你拿着这玩意儿对着他，我们才会遇到危险呢。 而且，我觉得他需要我，但是你不应该去。我的直觉。好吧，虽然你长得是很风骚，但是打死我也不信连猴子都把持不住。那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！<笑>
成功阻止了阿离靠近孙悟空，如果让悟空看到阿离，麻烦就大了。那个叫魏影的怎么办？千算万算，没算到他居然回去了。这战士一枪死不了，再补一枪。你杀得了我吗？不要让我看到两万年前的你们，那时候你们还不像现在这样身披戎装横行宇宙。那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回到两万年前美丽的天使之都。我们都知道时间是无法倒流的，时光神也做不到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天使之魂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志文，欢迎大家收看第23集《超神学院》。在这一集里，我为《超神学院》演唱的插曲《勇敢的我》也正式的曝光了，搭配着精彩的剧情，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爱上了这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新歌呢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这首新歌《勇敢的我》，同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虚拟印象，最炫的特技，最赞的画面，最精良的制作，还有金志文最新的单曲《勇敢的我》，就在虚拟印象超神学院。我像花火一样的盛开，就让心随风般自由自在，哪怕梦在这一刻沉勇敢的自我。